忘记主题。没有主题好说吧？自己要忘记主题啊！忘记还是你认为忘记这东西是个人因素、他人因素或学校因素？请问你的记忆力好吗？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。那为什么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？可是我就会忘记带功课或签考卷。介绍大脑。